超酸的杨桃汁。你们放硫酸啊？第一口还好，但是后面的话。我首先啦，小羊儿乖乖，把门儿开开。我想打他。十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破破，看两把柴。今天又是来宣传父与子，那你们两个什么关系？我们的关系哦，还没发生，目前还没有发生，剧情面还没写到。可是他不是跟小钱结婚吗？对，但你后来会跟小钱抢他？应该是不会。如果观众想看的话，也是可以。因为我吓一跳，如果有这种机会，你要好好把握。在平台生活里面碰不到。喂，为什么是我？我想请问一下，在里面是演什么样的角色？我是演一个赵大炮的媳妇儿，那我老公呢就是他的二儿子，就是小钱饰演的。我想问嘉欣，你这一次在里面嫁给小钱，只是在新兵日记的时候是嫁给那个耗子，那这两个感觉给你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？耗子之前有跟我讲，他说我好可怜，怎么都嫁给这种普龙公。说耗子的学生是普龙公的，对了，他承认他也是普龙公。今天请到两位来了，要参加我们的演技大考验。演技大考验，好。那演技大考验要考什么呢？在考之前来看一下今天的奖励是什么。二爷，跨越半世纪的知名蛋糕店精心研发的极致欧洲宫廷甜点，精选原料全由欧洲进口，时令水果搭配上滑顺的布雷，这种绝佳的滋味，仿佛就像是沉浸在味觉的幸福感受之中哦。进阶版演技大考验，主持群及来宾分两组 PK， 表演队要施展演技混淆对手，答题队则要设法猜出执行任务者，答题最多者即为胜利。欢迎光临演技大考验，等你来考验。是的，马上介绍两队参赛队伍，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有我们帅气的元浩，美丽的嘉欣姐，以及我们的林导演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统统哥，有我们的爱晨，漂亮的统统，以及好久不见的西普，顾启纯。今天我们第一题的题目是谁喝到超酸的杨桃汁？哎呦哎呦，这个柠檬原汁来着的。哎呦，哎，它是一体的，它已经酸到是一体的。哎，我先干为敬。快，你想超先干为敬？没有干啊。哎呦，又有酸又凉，哎呦，很恐怖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统统队马上进入情境剧。傅子淳是纺织大亨的第二代，哎呦，也就是俗称的好野人，哎呦哎呦哎呦，经常出国到处游玩。他一到了饭店之后呢，就受到了欢迎。夏威夷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国家。萨瓦迪卡，阿罗哈，阿罗哈，来，还怎么那么少？钱钱，我给你跳舞。这时候，他们为了欢迎傅子淳，拿起了一杯饮料来请他们。杨桃汁，这是我们夏威夷最有名的杨桃汁。哦，真的？对。那我喝喝看。好，喝一把牛。全部给你们，全部给我们，都是给你们，帮给你们钱，帮他刷背，这就是我们一号傅子淳带来的表演。紧接着来到我们二号统统，统统是一个大企业董事长的特助，经常要陪老板去应酬。你接来。今天他喝的醉醺醺的回家，醉到连钥匙都没有办法打开门。我没得开。OK，拍手哈。刚刚水温刀。啊，洗了。哎呦，他突然发现自己醉得非常的严重，
他决定从皮包里面拿出一瓶准备好的解酒超酸杨桃汁。哦，这个杯子放皮包里面还不会倒，很厉害的呀。而且没有瓶盖呢啊。醉酒的在住耶耶，他好疯狂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二号彤彤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紧接着来到三号艾辰，艾辰就是传说中的大野狼。今天他趁着羊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要把七只小羊给吃掉。羊儿乖乖，乖乖的熊。艾辰就是传说中的大野狼。今天他趁着羊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要把七只小羊给吃掉。羊儿乖乖，把门儿开。你是不是会走音的大野狼？没有，请你认真一点的唱，要把七只小羊吃掉。小羊儿乖乖，把门儿开开，快快开开，我要起来。不开不开不能开，你是大色狼。要开要开要开，我要进去。眼看着小羊儿都要逃走了，他只能改喝杨桃汁。哇！你们放硫酸啊？小羊儿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快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不能开，你喝杨桃汁，我要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艾辰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各位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，还有元浩队，到底是谁喝到了超酸的杨桃汁呢？到是不是？讨论倒数三秒，请开始。三，你觉得谁？二，就是二号。一，很好。我的时间到。我们猜三号。三号，艾辰，因为他在 gay 鬼 gay 怪。有没有可能是彤彤呢？小羊儿也有可能，他其实才是披着羊皮的狼。有没有可能？我喝。哎呦！哇塞，你喝薏米汁啊？好喝啊，好喝的，好喝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不几拳，有钱人来就是。真金止渴，什么烂表情嘛！他猜的，他就是想要喝我的啦。是不是你猜的？是啊，是啊。请喝。哇塞，很酸。小羊儿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快开开，我要进来。哇，小羊儿呛到了，他是有后劲的，是不是？第一口还好。后面的红烧虾，是的，没错，正确的解答就是我们三号艾辰喝到了超酸的杨桃汁，恭喜我们的元浩队，谢谢。紧接着我们马上进入第二题，第二题的题目是谁没有在切牛排母母？哇塞，我们下重本了喂，哎呦。哎呦，有声音哦，大家仔细听哦。哎，只是没有在切，不用说。彤彤可以马上进入情境剧。顾子淳是一位武术团的团员，哎呦，来到台湾观光，表演散打，跟艾辰互动。十三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。喂，是
的，今天他跟桃园来逛树林夜宿，他们也决定坐下来点牛排来吃。哎，真的有做呀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铁板烧的声音呢？是啊，好吃啊，真的好吃，香哎！是的，二号彤彤马上进入情景剧。彤彤是一个女牛仔，每天都赶牛群去吃草。牛群，牛跑到东边去了。他觉得非常的辛苦，决定要点牛排来吃。这时切到一半，他发现牛又跑出来了。蹂躏我，蹂躏我！是的，这就是我们彤彤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紧接着，三号艾辰，请进入情境剧。艾辰是在西餐厅打工的穷学生，今天驻唱歌手没来。艾辰见机不可失，马上拿着吉他上台唱歌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对我意兴阑珊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，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？欠扁哎！主唱的你们可以点歌，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唱。哦，情非得已好了，情非得已。好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欸，你好厉害哦，没有 Q 你就整首唱完了。如果再不 Q 你可能会唱到明天吧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他们会把它剪啊。继续上，我们先走。喂，唱完歌之后发现肚子很饿，决定要切偷切客人的牛排来吃。哎呦 ，romantic。这时他看四下无人，客人去上厕所，赶快偷切客人的牛排。切到一半，客人回来了。继续上情非得已。客人又走了，客人又回来了，客人走了，吃不过。客人走了，回来了。这就是我们三号艾辰带来的情境剧表演啊！各位，到底谁没有在切牛排呢？宇浩队讨论三秒倒数，请开始，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时间到。看他没有放下刀的感觉，是对不对？到底谁没有在切牛排呢？答案即将揭晓。好，三号艾辰到底有没有在切牛排呢？不要不要开我的。不可能是他，二号彤彤到底有没有在切牛排呢？真的，叮叮，我没有演放下去，可能真的有点惊慌失措。一号，傅子淳有没有在切牛排呢？哦耶！我们正确的解答就是我们二号彤彤没有在切牛排，恭喜元浩队。表现很好，连下两层拿到两分啦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呢，要攻守交换，换到我们彤彤队，也请我们彤彤队加油啦！好，这第二回合我们攻守交换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：谁知道超苦的苦茶油面线？又来了！苦茶油第一次听到，可以看到我的桌上有面线。小碗，中碗的这个呢，是我们的川青莲特别熬制的汤。紧接着，他看到小杯的是我们的苦茶油，二和一。Oh my god！ 啊，油还要做苦的，可怕是穿心莲，可怕是穿心莲，穿心莲。对，穿心莲很可怕，真的超苦的，我的妈呀 ！Oh my god！ 你给我正经一点。哎呦！
下咽，他要用手指去把它按进去。是的，元昊队，请进入情境局。元昊是一位国宝级的手工面线师傅，他拉面线的功夫无人能比，无人能及。这么好用，哇！你好激动啊你！哎呦 ，Oh my god！ 哎，他的面条都不会断哈，好厉害啊！好厉害啊！做完了面线，漂亮！师傅决定亲自尝一下，漂亮哎！哇哇哇哇！而且是我们一号国宝级的师傅杨元昊带来的表演，二号张嘉欣请进入情境曲。漂亮的女生，可惜我是女，她总是皱着眉头，捧着肚子。原来她一直有胃痛的毛病。有一天，她听到一位国宝级的师傅说，苦茶油可以固胃，于是她决定买一碗苦茶油面线来吃。我的脸会变成哈苹果，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，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。下次空那里等我，请大口的吃。我是说大口的夹面线吃，你给我大口的夹干嘛？要多大？至少是 OK， 可以咬断。我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，我是最美最美最美爱哭的女生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二号张嘉欣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紧接着来到了三号林道宇，嗨嗨，大家都叫他朱员外。我是朱员外，朱员外连自己的生日他都不愿意花钱请客。小刘要不要钱呢？面对朱员外的元宝追求攻势，美女嘉欣是否会？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二号张嘉欣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紧接着来到了三号林道宇，嗨嗨，大家都叫他朱员外。我是朱员外，朱员外连自己的生日他都不愿意花钱请客。小刘要不要钱呢？不给你。小郑要不要钱呢？不给你。是的，他生日当天只向了人做了一碗苦茶油面线，自己躲在房间庆祝。你给我快点啊，赶快吃。哇，好厉害哦。哇，厉害，要够吃东西就是了。这就是我们三号林道宇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各位，元昊队里面到底谁吃到超苦的苦茶油面线呢？彤彤队讨论三秒倒数，请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请派代表作答。元昊，好的，是元昊。元昊，给鬼给拐，在那边跳脱衣舞。哪跳脱衣舞？哪跳脱衣舞？他刚刚那个拿面上来甩，看起来是功夫，其实是脱衣舞。员外不好，你要吃大口一点。有叉烧油哎。叉烧，叉烧油，嘿，这是个，喂，是怎么跳起来了？红果，元昊的给董同吃，吃的苦中苦，你们好坏，快吃快吃，大野狼，快点快点，哎呦，很苦哎。哎呦！嘿 ，Julia，
要跳这首歌。哎，好嗨的。所以是正妹吃到喽。哦吼，没办法啦。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的幸福。同剧演员一起上节目。对。来来来。植村，那个熬夜要补一下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多吃一点。哇，撑七年，我最近都没有输班耶。喂，我可以不要吃吗？是女生。我本来想说，马上跳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还想撑个几秒钟。正确的答案就是我们二号嘉欣吃到了超苦的苦茶油面线，所以统统队猜错了，我们把这个胜利牌给我们的元浩队。是的，元浩队现在就以3-0获胜。对，我们马上就来想给我们好吃的奖励了。哦耶，恭喜我们的元浩队，今天表现得很好，演技大概演得很不错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演力也很好。这家蛋糕店有46年的历史了。是的，它这个蛋糕叫做永恒的戴妃。So beautiful。戴妃是为了纪念戴安娜王妃来的，所有的原料都是欧洲进口的。红红梅呀，所以不用也是。当然了，看起来好吃。它看起来好扎实哦。这个蛋糕呢，吃起来它很，它有一个很鲜的这个水果味，哎呦，伴随着布丁，然后海绵蛋糕，还有新鲜的奶油，非常的爽口。元浩队享用你们的胜利品，来，请用，大口吃吧，哇哇哇哇，好好吃的感觉，加一点草莓。水果的香味哦，好好元浩喽，可以跳啊，对啊，可以跳啊，你跳个。哎呦，早餐鬼哦，这奶油好清香，而且上面轻轻抹了这一层绿色，它是淡淡的抹茶口味，淡淡的那种绿茶的香气，然后奶油这样不甜不腻啊。吃起来口感好舒服，好清爽，好像在喝一杯茶一样。哦，特殊的口感，非常的棒。好，来，林导演。新鲜的凤梨，然后外面裹一个糖衣，把它包起来，让新鲜都包在里面，所以咬下去还有很多的汁在里面，非常的棒。今天呢，恭喜我们的元浩队是我们的演技大考验的冠军。这个名次的八连档大戏要推出了，没错，几位演员都非常的辛苦，没错，每天都在工作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富裕子，对不对？没错。而且呢，在锁定富裕子之前呢，我们也是每天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新兵进行曲，对不对？晚上7点半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新兵进行曲，还有。